您是维修古建筑的？不是。打造古街区的？也不是。四个字，流改拆拼。人的一生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容易。随处可见的建筑能够留存什么样的记忆？样式雷快响，巴洛克新古典的建筑的外皮。但凡艺术上的事儿，找常老师。少年记忆就来了，建筑风土再生。和而不同。我作为大家一个打引号的导游，到历史环境当中，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我们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100位云端观众的参与，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跟我们的记忆有关，但这个记忆的载体呢又很特别。今天我们是要从建筑的角度来切入，去看一看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建筑能够为我们留存什么样的记忆。我出生在广东湛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8岁以前我都是在一个小城市，就小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周末如果爸妈带着上街玩，就两条街，大街小街，就我印象中，然后一个小小的儿童公园，那就是我小的时候的最美好的天地。但是今天我真的定位到了我小的时候去过的那个儿童公园，居然现在还在，还是8丈大一块地儿，但一直留着呢。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他眼中关注的建筑也好，记忆也好，可能会带有更为特殊的烙印，或者说更为特殊的指向。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城乡历史环境再生研究中心主任常青，有请常院士。院士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来。您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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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请坐，请坐。刚才我们介绍您的时候啊，眼前一亮，就是在我说到再生研究中心，对，对，这个再生两个字，对，就看着挺玄乎的吧，就是。所以您是维修古建筑的？不是。您是打造古街区的？也不是。那这是怎么理解这个历史环境再生呢？好啊。我觉得首先我们肯定要遇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第一个就是遗产。那么怎么会今天大家都会提遗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对，可以说方兴既废，太多的东西能给你 stability 那样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大家都在找有没有有定力的东西，有，就是遗产。遗产，这个遗产呢，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建筑的遗产、城市的遗产，还有景观的遗产，这是跟我们专业直接相关的。第二个我要讲风土，就是您刚讲的，您在广东的经历，其实你待的那个地方都有不同味道的文化，这就是风。风土，哎，哦，风，风土的风，然后那个《诗经》里边那个国风。哎，《诗经》对，您讲的非常对。各个地方的《诗经》讲风雅颂，建筑也有自己的风雅颂，有风雅的建筑，有风土的建筑。好，那土是什么呢？土就是承托风的那个地方，你能感受它的味道，无论是，它的饮食，它的就是它的食物，它的建筑，它的用品用具，都会有那种这个地方特有的。能够影响你的，文化记忆的东西，仿佛闻到了那个味道，热干面的味道，你闻到热干面来了，太对了，太对了，就是那个东西，这就叫风土。
遗产如果消亡了，你把它拆掉，它就没有了。嗯，如果它还在，但大部分都衰落了，那么我就说到再生啊，再生四个字，留改拆拼，一个叫留，留下什么呢？我们能把所有过去的东西都留下吗？不现实，不可能。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把自己东西都留下。我在欧洲，去游览他们的城市的时候，一个教授陪着我，他说我带你看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我说你们这不是满街都是吗？他说 no， 他带我就找啊，在大街小巷的。原来欧洲满街也都是仿古建筑。仿古建筑为主。你们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文艺复兴留下那就很稀罕了。巴黎满街的都是那个感觉所谓的古典主义，其实那是新古典的建筑的外皮，它的内部已经是现代建筑。那有没有古建筑？有啊，巴黎圣母院啊，卢浮尔宫啊，这是。但是其他的那个大量性的那个建筑都是19世纪改造后的。所以我就说再生的第一个是留，第二个是改，就是它留下来它一定要改造。那么哪些怎么改造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根据它有没有法律身份，比如它是文物保护单位，你说我要改造它，对不起，你离我们文物远点。文物保护界对我们这些建筑师他们是很警惕的，所以他们是要非常严厉的监督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修复。所以这个改要看身份。对，第三个是拆，拆什么呢？是拆那些违章建筑，拆那些棚户。但是你不能说这是一个老街区，它没有保护身份，我能不能都拆呢？不可以。今天国家有规定的，你对一个老区的改造，啊，你只能拆20%，就是你不能超，当然是平均而言。也就是说，老区改造也依然是要以改造为主，拆是要谨慎的。最后一个就叫拼，也就是拼贴的拼。这个拼贴的思想在建筑学里面啊，现在越来越盛行。你在这个城市里走行走，你去欣赏它的大街小巷，你会看到不同时期的建筑。我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就是新旧共生，和而不同。我做的基本上都是再生工程，而且是马拉松式的再生。这种留改拆拼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做出来的。我最长的一个就是13年了，是什么？海口的骑楼老街。13年还没修完的一条街，是5条半街，是一个街区，那就应该带着骄傲的心情，13年还没修完的5条半街。哎，你看，大家看，这是修好的，这个海口骑楼老街，它是南洋风，是西方的影响到了东南亚，再消到我们这儿。骑楼就是说人行道在建筑里面，这叫骑廊，上面是建筑，底下是空的。下雨刮风，你照样可以在里边行走，全天候的摆摊都行，还可以做生意，在那边。对吧？海口骑楼老街，它从规模上、从质量上，应该是中国最有名的、最有代表性的骑楼街区。其他地方也有，广东也有，您可能有一点记忆的。对，还有那个修以前的，这个更像我小时候见过的样子，就黑乎乎的，然后电线横在天上。对，是的，是的，而且招牌是出建筑的。对，挑出很多。对，30年前我带队去过这个，测绘，包括我第一次用录像机去录像，就是骑楼老街，然后我在那个街边上就洗照片啊，就中山路上，居然那个开店的老板问我，你是在哪个国家拍的这个照片？我就吃一惊，我说他一定是外地来做生意的，他怎么就不抬头看一看那个丰富的巴洛克的那个门脸呢？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说把这个街硬是给他保留下来，没有去动他的那个本底，也就是说他基本的原来的那个我们的文化记忆，它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要加强，让更多的人来体会体验。今天在现场我们有4位好问青年，每一个年轻人呢把他们心中您的这个印象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达出来，
但是这个关键词背后呢，也都带着他们每个人好奇的一个问题，想要跟您交流。好。我是常老师的学生，然后我就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常老师是怎么上课的。我今天带来的是两种月饼，然后我这里还有两组图片，请大家给这两组月饼啊和这两组图片，分别是这个椅子和建筑，来做一个配对。月饼咱们统一说大的和小的，好不好？这样咱们就好分区分了。大月饼和小月饼分别对应 A 和 B 的哪一类？来，你说说你的想法。这个大月饼像是我们北方吃的，就是甜馅料的这个月饼，而小的呢，像是就是咸的，或者是说是肉馅的。对。而我看这个就是图片 A 组当中呢，我觉得像是这个故宫上面那个琉璃，而 B 呢，我觉得像是南方，因为这个线条呢比较流畅，比较就是淡雅、古典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 B 对应的是这个小的这个月饼。谢谢，请坐。我的想法就更简单了。其实不用管什么南方北方，你就看这上面哪个简单哪个复杂，是吧？简单对应简单的，复杂对应复杂的。我们的答案非常正确。那位同学他换了一个角度来说的，就你说对了一半。但那个建筑应该不是北方的。A 里面的建筑是不是、啊、是广东的，是广东那边。它是广东的，它实际上是反映的是两种地域风土的文化性格。广式月饼、那个是广式月饼和苏式月饼。苏式月饼以苏州为代表的江浙地方的，对，比较内敛的文化，就是它追求的外在它要简素，它实际上把好东西都藏在里面，在馅儿里面。对。这个广式呢，它是外显的，它要大大方方的。我有什么样的，我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我要给你看，展示给你看 ，show you， 对吧？要秀，哎，这是他的性格，是不同性格的问题。不同性格，对，他是讲的性格，那个就是指的风土的本质啊，风土的本质就是说。一个特定场所一定有它自己的味道，这个味道一定会投射到所有的造物上面，包括点心，包括家具，包括房屋。常老师其实用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形象，哪怕大家其实大部分不是建筑学同学也能够一下子抓到这个问题。好，谢谢来请回。您坐。好的。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吗？常老师刚才也一直表露出他除了这个理性分析的一面之外，也有很多他的艺术天赋。我就想问常老师，您怎么看待艺术和科学这两种不太一样的维度？好的，请坐。科学大家都知道，它是在讲必然性的事情，相对必然的，而艺术正相反，它要挣脱必然，它要自由地去创造，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东西。建筑学就是科学和艺术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学科，建筑学一定是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的需求问题，是解决文化的需求，为文化塑形的问题，它是要把必然性和那个自由的放飞的自由的想象的那两个东西要让它要紧密的结合。这个就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建筑学我觉得你要坚持了这个，你才有你的学科的地位和合法性，这是我的看法。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在中科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就但凡艺术上的事儿找常老师。对，跟建筑有关的，常老师研究的这一块东西，在很多科学家眼里看来，那是艺术类东西。我印象很深哦，是李政道先生，他就讲到，他说任何一个学科，它的最高的境界应该就是艺术和科学的联姻，就是他们两个结婚了。也就是说，你把一件事情做到了得心应手，甚至于出神入化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科学和艺术联姻的时候。
常老师好，你好，桑老师好。你好，我叫古丽兹巴凯瑟，然后我是一名学旅游的学生。对，刚才的关键词中我选择的是一个游山玩水的专业，那么我也很想知道您当时选择建筑学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好，请坐。我也问一下，第一，您是哪个民族？我是新疆塔吉克族。我们小时候看的冰山上的莱克的男女主人公就是你们民族的。哎呀，我们小时候的满满的记忆就是为什么这样。我的记忆，我的少年记忆就来了。对对对。那您是真正的游山玩水专业，我们建筑学这个还是能搭上个边儿的游山玩水专业。所有的专业当中，我说的是工科，只有建筑学这一个是有两次长时间的到外地去游山玩水的。是吗？啊，就是到处去考察看古建筑啊，就古建筑。您当时学建筑是因为可以游山玩水才学吗？抱歉啊，我这么一说就跑题了。我们那个年代，你要想进这个建筑系必须要加试美术。学建筑就是我们到外面去画速写的，包括我们的测绘，我们是带着图板去测绘的。来看看，这是我博士生的时候在晋祠画的圣母殿，山西山西的太原的晋祠。这是在新疆考察的时候。这是新疆的新疆的一个喇嘛庙。喇嘛庙。哦，您是因为当时有画画的功底？也没什么功底，自学的，自己喜欢，从小喜欢画，然后有同龄人就稍微要好点。那肯定了，我是交大附中的板报员嘛，所以后来我父母就打听说是这个到底应该学什么专业，就打听，然后朋友就说那个建筑学就是你儿子最适合的地方，然后就学了建筑，就这么简单，就这样。所以那个最后搭了个边儿，就是确实游山玩水。所谓游山玩水，就是你要在山水中去行走，在田野中，在民间，在皇宫，你在那里行走，你才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对你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建筑的认识，文化和传统，文化传统的认识。然后新疆是我印象最深的，比如说赛里木湖的那种蓝墨水的那种湖，对吧？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你觉得啊，美极了，仙境一般。是的，是的，怎么变成个旅游节目了？游山玩水专业。乡村它的类型是很多的，然后我就非常想知道您最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这种乡村呢？我自己做过这个村落的这个保护的，我最早做的大概也20几年前了，在广东这个珠海的陈方故居。你们听说过吗？排得很前的国家重点文物的一个陵人故居，就夏威夷王国的清朝驻那个王国的总领事，叫陈方，他的家乡就在珠海的梅溪村。我们既要把梅溪村这个建筑，他的家族的这个要留住，就是修缮，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字，就是留改没有拆。之前他把那个祠堂都拆掉了，然后盖了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礼堂，开会的，是个新建筑，都保留了。因为我想这个就第四个拼，就是你把它拆了再搞一个假古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把它留。它也是当时我就有这种拼贴的这种想法。你说一个古村落，它最重要是风土的那个东西，它承载的是什么？它承载了一个让你过目不忘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地方就被你记住了，它就变成你一个记忆。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承载能留得住风土的，留得住风土就是那个风，那个风里面有太多的是和这个地方的特征，比如说它的人物、它的事件，对，这些东西反过来投射在那个建筑上。或者叫外化在那个建筑上，你就记住它了。对，如果它是一个很看上去不错，拍两张照片很漂亮，但是它并你说不出来它的故事，那我觉得，在这我也特别想问一下，传统村落和古镇，因为现在大家去旅游，好多古镇，各种各样的古镇什么的，这是一个概念吗？好，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这个
国内的现在有关乡村的遗产，嗯，它有不同的这个分等分级的，嗯，那么国家的那个法律叫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啊，这个是严格保护的，嗯，对吧？你轻易不要动。然后我们西递宏村，对，那已经是世界遗产了。传统村落它是另外一个系统，啊，它是一个，一个政策性的保护，没有法律身份的。哦。但是它是政策上，就是说我给它一个政策，我甚至于我给它赞助，就是财政部会拨款，就是你要保护它，你要修缮它。传统村落有6819个，这个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称为乡遗当中很大一块就是这个。唐老师今天也带了几个问题，考察一下大家，这题都挺好玩的。我也不知道答案，我跟大家一块儿来答题。对清代故宫影响最大的工匠，最初他是来自哪里的？嗯，清代的，清代宫廷里的，故宫600年，但是我们说的清代，一个是江西，一个是山西，一个是江苏，一个是赣系。干将，嗯哼，一个是山西的靖将，嗯，然后江苏，苏将，吴将，吴将，因为他包括了这江浙、嗯，山西呢，倒是目前全中国地上建筑遗产或者说古建筑留存最多的一个省。元朝以前没，对，75%的在山西古建筑，地面文物山西是最多的。所以故宫在清代有没有可能啊，匠人当中山西的匠人会占主要的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好，我看看啊，这两位我都不问，这俩都是学建筑的，我问你，我是选了 B 山西。因为故宫的建筑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大气比较宏伟的，山西它的那种原始的朴素的风格是和这种大气比较相似的。我问你啊，故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叫金砖，你知道吗？不知道。金砖的产地是好像是苏州。对，苏州就是苏州。苏州的就是无锡故宫贴的金，那些金箔是哪儿的？难度在增加。没有，我是在给他们挖坑，就各种迷惑他们。我刚才一想，工匠他也得有东西呀，除了他的手艺之外，他的材料和他本地的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呀。反正我呢是觉得啥都得琢磨琢磨，我选 C。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选项的这个比例啊。江苏占了50%，山西占了40%，嗯，然后江西的工匠日志率最低，天哪，10%，该不会就是 A 吧？当然。大家听说过样式雷吗？样式雷知道啊，样式雷就是故宫的那个。对啊，样式雷，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家传人还在北京呢。就是他从哪儿来的呀？因为你要说他是没查过北京的，那他后面就是北京人了。样式雷，对，他怎么来的？几百年就是故宫，就是样式雷，对，雷发达，他们一家就是干这个的。对，给故宫画图样啊，做烫样，所以叫样式雷。就今天说做模型，建筑模型，他是江西永修，是干将，有清一代，从康熙一直到宣统垄断了，他们就在啊，样式雷七代，所以他是江西。常老师，您不能这样。但是您说对了。我们刚才在这儿玩命的在那瞎分析的时候，您一点提示都不给。我其实耸过肩膀，我这样耸过。我以为是我说到您心坎里，您耸肩膀呢。没有，说到心坎里我会放平。所以我们刚才这瞎分析完全都不靠谱。我觉得这完全正常，说江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明清故宫啊，明朝的这个故宫的匠人，他就是那个蒯祥，
就那个蒯大夫，当年秦桧的，他那个蒯，那蒯祥呢，就是吴将，是从苏州去的。那相当于山西的工匠就没有染指过。染指当然染指了，都有的呀，各地来的都有。我说的那个头，对，起影响主导作用的，这个影响最大，确确实实是样式雷。行了，这是个冷知识啊，这知识很厉害。来第二题，第二题啊，给您，对，第二题就是，以下哪个成语与古建筑的造型或者形式有关？第一个成语是勾心斗角，第二个是转弯抹角，第三个是登堂入室。从造型来的，请注意啊，造型。来，那位观众是你选的哪个？我选的是 A， 勾心斗角。我们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阿房宫赋》，里面有一句话是"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其中这个"勾心斗角"就是成语"勾心斗角"的来源，它的"勾"是钩子的"勾"。好，来说说你的想法。我选的是二 B。C 选项登堂入室。它既然有堂有室。C 选项相当于是户型。他是在告诉你户型。对，因为我是山西人，然后我们那边有很多大院，大院的话它其实是有很多对七拐八拐的这种，所以说我感觉答案是 B。 好，我也选 B。 行，请坐。你选了哪个？我选了 A。我想起我以前去那个山西的芮城的那个城隍庙，它的那个前殿和中这个大殿，它贴得特别近，就是那种会让我直观的想到那个勾心斗角的感觉。好，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真的是 A 呀、啊，是 A。我看看，我想看一下，哎呦，选 A 的还有75%，那这题大家都基本上答对了。很简单，勾心斗角就在说那个建筑本身的造型啊，也就是建筑的一角，这个屋檐起来以后，那个转角的地方都快撞上，确实是要碰上那种感觉。勾心斗角就是我对着我那个尖对着你，你对着我，就是那勾心斗角。而且讲的是建筑之间的关系。对，他在说这个来源，到最后、用法都已经跟建筑完全没关系了，都是和最后和人的，都形容人的、都形容人了。但是有，就说它怎么来源的？来源的一个是，就是那个建筑的结构本身，可能这里确实有坑。今天这个信息量啊，确实不断在冲击我们对于这个领域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干货来了，我们让常院士为我们开讲。好，谢谢，谢谢，谢谢。建筑呢，是科学与艺术、技术和文化的结晶，其中也承载着我们的文化的记忆。今天呢，我就作为大家一个打引号的导游，到历史环境当中，跟我一起去看一看。第一个就是日喀则的一个地标，也被俗称为小布达拉宫的这么一个建筑，而且比布达拉宫还要早330年，它是元朝的一个建筑。但是非常可惜，这个建筑留下了废墟，大家都希望能够恢复它。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文物如果毁掉了怎么可以恢复呢？你有充分的依据吗？那么你恢复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被承认呢？特别能不能被西藏的老百姓能认可呢？我们就在2004年到了现场，到现场一看，我们看了以后非常遗憾，就那么一个雄伟的地标留下了废墟。它在山上是日喀则老城的制高点，要把这个东西要恢复到历史上去，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山顶上它有多难啊。那么这个建筑怎么去恢复？两个问题，一个是废墟怎么办，你留不留废墟？我是坚决要求留废墟的。当地也会有人说，那废墟把它去掉了，那么就可以很好的、很便利的去施工啊。
废墟留着，难度就很大。那我当时就表态了，我说如果我来主持，一定要把这个废墟留着。如果废墟要拆除，那个历史的信息，那些历史的记忆就全没了。最后决定留下废墟。第二件事就是要把它完形。所以什么叫完形，就是它残缺不全了，那我能不能通过历史的资料、历史的图像，把它的整个的原来的那个形态给它重新展现出来。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大概前后五六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最后恢复的呢，基本上是接近逼近它原来的天际线，就它的轮廓线，然后去看到那个废墟。我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它，就是远观天衣无缝，近看新旧有别，这就是比较成功的一种修法。当时建成以后，那个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激动，就是家家户户打开窗子看到了那个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前的东西，突然噌的一声就出现了。那个脚手架一拆，大家都非常惊讶，然后也很激动，接谈相议，就是在当时是一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学建筑，我们就盖个房子就其实没那么简单，就是你要做的这个建筑其实还背负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第二个就是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在湖南岳阳它有一个汨罗县，汨罗据说是屈原跳江的地方，在这里呢要造一个屈原的一个博物馆，就纪念屈原的博物馆。一期是叫屈子书院啊，二期叫楚辞文化交流中心。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文物的环境，因为这里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屈子祠。那么要造博物馆必须和它保持相当的距离，所以我们这个房子就盖到了另外一个山包上面啊。它是两组建筑，你要做一个用今天你掌握的材料去做一个新的建筑，同时它又能跟它新旧共生。屈子书院是纪念屈原的，那么你怎么去纪念它？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首先我想到的，它必须是能够表达出我刚说的湖湘地区的风土的特征。第二呢，让人能联想到屈原生活那个时代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我很久以前翻过这个《楚辞》，就为了这个建筑，我把它重新拿出来再去复读，然后在里面去检索。楚辞里面有大量对建筑的描述，把这些描述全部检索出来，然后去分析去体会。比如说悬玉梁朱砂板，他讲的意思是说这个梁柱承重的结构部分，就是承重结构是黑色的，朱砂板是指的这个结构，这个房子之间的那些板材，那些板墙，因为这个地方的建筑它不是用砖头砌墙的，那时候都是用的木头，所以这个木板呢它的颜色是朱砂色，所以它叫悬玉梁朱砂板，就类似这样的描写很多，所以我们最后就把它完全投射到了我们的设计当中。但是你从这个文字里面去体会出来，那还是割了一层的，我们一定要在那个实物当中体会。但是屈子时代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只能到民间的风土建筑当中，因为当地那个风土的建筑有可能它千年不变，那么所以我们就从民间去取材，然后从楚辞里去找那个间接的那种形象，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屈子书院。它既不是唐，也不是宋，也不是元，也不是明，更不是清啊，那么它就和清朝的那个国家级文物屈子祠就完全分开了。我们做了一个想象当中的古建筑，我们把它叫古风的建筑，它
它是一个我们今天想象当中的，就是屈原所在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建筑的样子。那么楚辞文化交流中心怎么做？难道我们再做一个类似于屈子书院的建筑吗？不，我们要做一个更新的建筑，要更加体现出新旧可以共存共生。然后我们就二期就看到这个这样的一张图，这张图呢，我们看到的那个屋顶啊，一个钢结构的屋顶，它是一个古建筑来的一个屋顶，但是已经我们把它用现代的方式去表达，把那些细节上的那些装饰都去掉了。古代我们叫歇山屋顶，我们看到天安门城楼那个就是重檐的歇山顶。我们在这里做的这个是十字脊的歇山顶，它在平面上它是一个十字脊的。我们看到这样的建筑里面，还要让人联想到古代的时候那个，比如说饕餮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那个窗户啊，那个你远看啊，包括那个门啊，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老虎或什么。一个大嘴巴，然后这个两只眼睛啊什么的，你就会产生很多联想。所以我们两个建筑一前一后，你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没见过的那个所谓的就是古韵的建筑或者古风的建筑，然后在这里呢又看到了它韵味还是古的，但是完全是个新建筑。然后接着我们就到了第三站，海口的骑楼老街，这是修好以后的样子。我们叫琼北民居，藏在一个南洋风的巴洛克的那个立面的后面。大家知道骑楼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人行道吧，是在建筑里面的走的是吧？外面就是已经是走车的了，然后你要走的人都是在建筑里面走的。那么大家一看这个就感觉它怎么会是彩色的彩楼一条街呢？骑楼那种老照片它是一色的，那么它历史上是这样的吗？我们的材料病理学的专家就到现场去采集它的样子，就用那个无损探测的方式取样，然后回去分析，发现它是一楼一色，是确实是彩楼一条街。那么以此为依据，我们就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这叫我们所说的，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拯救如故，也就是你要回到它原先。所以那个乡愁要留住，它一定要有载体，你不能把所有的乡村都改成城市，那就失败了。第三个呢，讲到风土，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就是传承那个史地维度的风土，就是历史的才有记忆，对吧？然后又有地理的维度，我们不能把原来的那个地形地貌给它人工的改变什么，要两个维度都要考虑。
最后经过了再生的我们的乡村，应该是一个大地景观，还是一个田园风光，但是要体现今天的那种生态的理念。这就是未来我们所说的，就是再造，就是生态文明的这么一个田园。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唐月雪，谢谢您。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啊，现场的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的问题。好，有一个问题，我把它挑出来想问问您。嗯，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让很多年轻人渴望立等可取的成就和认可。但是您这个领域，动辄几年、几十年的投入才能完成一个项目，您会怎样说服年轻人去追随您的身影？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责任不一样，可能我要做的那个事儿就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要长期的投入的。但是我想人的一生可能也就是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啊，就不容易。尽管每一个项目时间挺长，时间挺长的，但是一个的项目留下了很多重要的足迹。至少它对我是就促使我成长。你不要看我几十岁了，但是我觉得我确实也在成长，所以我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起。我的学生现在越来越年轻，我和他们完全平等的交流，甚至于争论。这个，所以有着共同志向和语言的人，对对对，他没有年龄，没有年龄，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今天当我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啊，如果说非要说服才能够追随，那你不追随也罢。对，因为人各有志嘛。是的，真正想要追随您的身影，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愿意投入自己的才情的年轻人，不需要说服，不需要说服。所以今天这一场开讲再次刷新了我们的眼界，因为过去我们可能知道保护古建筑、保护历史遗址等等这些理念我们都有，但是在保护的前提之下，我们如何在今天用更新的理念去让它再生，去让这些遗产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共同前进，你也许不一定投身其中，因为它需要极高的专业的知识，但是有这些年轻人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我们未来一定会留得住我们的乡愁，也能够让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够永葆青春，四时长青。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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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青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谢谢，谢谢。下一期开讲，再见。人来人来人往的街头，只要自己走路自己走。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建筑，能够为我们留存什么样的记忆？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长青。风土建筑，每个地方都有不同味道的文化，这就是风。土就是承托风的那个地方，你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特有的能够影响文化记忆的东西。风土的建筑它是民间的，有可能千年不变。怎么理解再生呢？再生就是四个字，流改拆拼。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要加强原来的文化记忆，把一个地方的风土建筑能够留下来，还要让它得到活化，得到再生。我们未来一定会留得住我们的乡愁，也能够让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够永葆青春，四时长青。走出农耕语境的乡土文化记忆的乡愁要留住。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责任不一样，可能我要做的那个事儿就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要长期的投入的。但是我想人的一生可能也就是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啊，就不容易。